蝙蝠侠 4D 过山车，刺激无重体验。哇哦！睇 demo 片个心都嚟一嚟啊！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六旗乐园呢一部《蝙蝠侠之旅》系全球第一部 4D 过山车。我点劲法？话过你听啦，垂直直铲上36.5米，差唔多12层楼高嘅高空，在凌空中自转6次。哇！直情觉得自己好似蝙蝠侠咁喺度飞紧咁啊！仲有几个估佢唔到嘅起伏位，少啲胆汁都俾佢吓死啊！而令你更嗨嘅系过山车用磁性技术，令你享受无重嘅体验，系咪好刺激呢？不过你夠胆挑战，最快都等到出年先至有得玩啊！